这一台跟那一边那一台有什么差别？你刚刚看过那边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那边是外面还有一台。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它有一台 CDU 交换，这台是比较新的，它也比较新的，比较体积也比较小。它的交换是要在另外一台，哦，它自己已经整进去了，对，就、okay, okay. 是比较方便在小空间里面，就不用做另外的。所以你安装的时候，你要配它本身要再配 CDU 安装的时候，反正就会比较复杂。嗯，我们就这个产品就直接把它整进去。那这样子它散热是散到哪里？其实它的循环是一样的，就是说我的洞直接进去这边，就做这边的交换，它、后面就直接去接一样接冷水。哦，就、okay, 是说把那台省进去的意思。就 OK OK， 整合，整合一起就不会被两二合一的概念，对，不会被两个东西。OK OK， 然后这样子省空间，主要差在这，省你的安装的时间。OK OK， 对，嗯，对。你是说循环的那一個？就他，因为他刚好看过那边，那边是我们这个先推出来比较大型的循环那 CDU， 然后会有另外在除了除之外的那个循环，但是还是这个 CDU 是我们后来的改进，先放在人群中。This is the bigger water cooling solution。Okay, actually everything is soaking in liquid.